奇怪，被他这样一喊哦，好奇怪哦，天后宫前面就是妈祖，你给他呼喊嘞，哦，只好走过去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赞哦，然后等你适应完的时候，哎呦，真的不错嘞，然后就想买的时候，不急着卖你，先跟你上课上一下，看到没有？不要看小啊，不是小女子，老女子我，看到没有？所有摊前面的书法都是我写的哦。这下买两杯，本来要买一杯，后来买两杯，一杯60块。啊，一杯60块啊！所以各位，我问他你是老板吗？不是，员工有员工这么变戏的哦。太厉害！哎，这班厉害，程度最高哦。啊，这到时候中会记起来啊，这班荣誉班啊，荣誉班啊 ，PK 全国的啊。来，下一页。那么这里面插成缺口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内部的缺口呢，就是我们怎么样做好服务，期望的服务，超越顾客期望的啊。好，再下一页。服务的迷失，到底要不要注重理论、实务都不重要，会做就好。有一种叫服务管理，有一种叫服务行销，最后是内部服务啊。服务行销，我刚刚讲的故事里面就是服务行销。我刚刚讲的就是，然后呢，这里面呢要穿插一个故事啊，要穿插一个故事啊。抱歉，今天没有带手表，让我看一下时间哈，我怕哎好。各位知道吗？记不记得？待会我最后会秀一个最新出来的，昨天才download下来。各位记不记得我们总裁世新延长寿延总裁，永远是服务品质的第一名。4年前，当远见杂志公布的时候，竟然亚都大饭店从第一名掉到10名之外。各位你知道吗？那个媒体对延长寿延总裁多么的善良，你知道吗？大家一直不敢发布新闻，然后遇到延总裁呢，到亚都去请他讲话，他都没讲。结果呢？不知道18个小时之后，严总裁，总裁施时兴，啊、哦，对不对？总裁施时兴的作者严长寿严先生，亚都立志集团的创办人，他讲，他开记者会，当记者都不毒舌哦，这时候都不毒舌，麦克风 Duki， 总裁，是不是神秘客跟魔鬼客去找到了那个工读生？总裁是不是昨天神秘客来的时候是接待国宴？总裁是不是因为哦我们在施工等等等等，大家都为总裁找理由找台阶下，从第一名，从我们旅馆业教父竟然衰落服务品质调查10名之外，大家期待帮严长寿先生解套。各位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流行淡定，我们严总裁不急不徐，18个小时之后的危机处理，当所有的麦克风吐到他的时候是不会打到他。竟然讲，各位媒体好朋友，是的，亚都错了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够格入围，因为我们真的错了。啊，他就这样讲，哇，媒体大家鸦雀无声，面面相觑，为什么？竟然做球给他，他竟然不解套，不说理由，竟然说他错了，他承认他服务不好。我说是的。就是工读生，但是工读生也是亚都立志集团的一份子，他是我们的家人。今天我们的家人没有办法去接待客人，代表我们的训练不好，我们的训练不好代表员工不认同公司的理念，代表他不是我们的家人，所以我们错了。各位，第二天当天晚上媒体全部播这一段。当然，不管是从服务行销的角度，还是从企业形象，还是从危机处理，它都是一个成功的。你不用去掰，这是一个服务的哲学。好，下一页。的确，我们要感动每一位顾客，我们没有办法说一定是商业行为的考量。但是我讲过，这里也有住宿业嘛，这里也有食品业，这里也有餐饮业。坦白讲，啊，一样，我们统贸集团呢，当然要因为施总的关系，本来就做得很好了，不是因为施总关系，统贸集团可以一统江山呢。大，全台湾几乎都有的度假旅馆哦，都市旅馆啊，统贸集团哦，不简单。为什么？他们是更需要无形的服务哈。所以在这里面呢，各位看一下，你的商品在这边本来就应该做好，你的服务你可能不容易做到，你的服务你可能不容易做到。哦，蜜饯做得好，蜜饯做得好，我相信蜜饯做得好呢，应该。很容易，因为大家技术水准都差不多，但是那个风味、那个独特的、那个致命的那一
那个味道，那个就难了，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它可能是服务，服务是有形跟无形，它可能有的人走包装，复古，有人走什么水果的来源，就像台湾的果干这么有名，可是你到泰国照样买，泰国的果干卖的比台湾还贵，这样公平吗？台湾呢，宝岛呢，水果宝岛呢，水果盛产的地方，结果你到泰国买果干，你是怎么一回事？啊，表明了入海关代表我不爱中华民国。为什么？那完全是销售，完全是泰国的观光魅力，泰国的世界公世界厨房叫做 Thai Kitchen 泰国厨房，这非常有名，全世界都在学哦。2000年泰国政府呢，泰国政府主打一个政策，泰国政府这是给我的，好，谢谢。2000年泰国政府推了一个叫做 Thai Kitchen 泰国厨房的世界美食计划，中卫中心在负责的。全世界2000年开始，不是说以前没有，而是说没有用政策。结果各位你知道吗？全世界向他学习，因为泰国料理呢，在全世界形成一股风潮，包含美国、欧洲都去学，都去取经哦。这些也有请来台湾演讲了啊。那么泰国厨房呢，除了他补助泰国餐厅以外，很重要是泰国的农产品可以外销，因为你要吃泰国菜嘛，啊，这个也是一个政策啊。所以呢，在这里面。各位啊，在这里我就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：一个政府的政策很重要，另外一个各位的组织很重要。我还是要在这边哈，今天有这么高的出席率，我还是要跟总干事谢谢。